讲的题目的话，讲你改变。我惊到，哟，好像下雨了。笑死，不是下雨。不然哪得会今天啦？不然哪么个等一下啦？说到阿姐了去。人家，人家。我去讲音乐。哦，这边好像越来越大点，那个雾啊。等一下哦。你是用坐这辆车一人三十块？是啦，我记得了。嗯。